们似深渊新增显示小界等级，这样更方便抄作业了。同样战场也会显示小界等级。武器强化新增一键升级，这样就再也不用一个个点了，超方便。当然圣痕也可以一键升级，超大成功后擦到还是会反弹的。新增棱镜圣痕分类，7.4 战斗用优化，对比7.3 没挖到很多，基本不会存在误触情况。新地图宝箱数量减少，西区原来是28个，现在只有16个，地区原来是25个，现在只有12个，地区原来26个，现在只有14个，从原来的新增宝箱79个减少为42个。